好，这场是 TY 打，看一下，一时认不出来，他这个组 ID 是阿勇是这样。TY 打，trap 哦，这是 trap， 好，地狱右下角，紫色神族 trap， 左上角 TY。好，这边兵营探路，探测机正受到攻击。将荣耀献给达兰。守生者永不屈服。好，火车，这个教师要死了。这边还演了一个解放者，好好，杀很大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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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赚。上次那个 GSO 冠军赛，对 ，Trap 又去现场。他站在马路旁边，什么话都没说，只是笑笑的。哦，看光光，很赚啊，这个很赚啊 ，Trap。哎，再来看到解放者。好，等等工兵拉，对。凤那个凤凰出来就守住了，死两只，走喽！死，而且还是有魔那只死了。哇，各种表，又赚一只。
所以我 打法也是蛮潮的。他这是侦查哦，怕吃鬼嘞，所以拉下去侦查。自己三万开了，走提速狂。Trip 这边打法很简单，他打一个高防提速狂凤凰白球这个组合。那战斗思路就是把对方的医疗型打光，然后对方的兵打针打半天打不死 Trip 的那个狂战士，大概是个思维。这边是看到对方的部队了，他是他在找机会去赚东西。那这边 TY 也很犀利哦，拉一只枪兵往前走，因为怕会踩到地雷，所以拉一只往前面走一点，让他去引雷。好，工兵拉了，看来是因为刚觉得对手不够强啊，有没有？对我就说对 TY 的了解，对不对？工兵就是要拉出来，来来来来，各位客官，这才是 TY。那、啊、这边 Trip 也发现了，工兵都来了。敌人发现。哇，有点难啊，这个有点难啊。哦，这些工兵也拉了，能不能挡住？白球在发呆。哇，不行，完全没办法。哎、欸，小 V， 我们要赶快再合多一点白球，用白球来清掉那个工兵。连上了，哇！你看，光是这个工兵都不知道挡了多少伤害。哇！好，第二战，刚刚第一场是 TY 赢了。这张地图是来到霓虹指环广场，地图右下角蓝紫色的神族是 Trip， 精锐的战队 Trip。左上角红色的人类是 TY。新手入坑哦，你选一个你看起来顺眼的打，我觉得看顺眼比较重要。
工程车准备完成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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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指挥中心升级完成。想瞧瞧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工程车准备完成。直接枪兵，直接枪！哦，这个堵起来，哎呀，要爆要爆！直接枪兵一波了，哇！关要死了，这超尴尬，因为这张图很多神族都会选择封这个门，因为要防那个防火车啊。哇，太尴尬了，太尴尬了，这个电池也没有办法补血。有追猎出来，追猎出来，两个工兵都死了，两个工兵都死了，这样子好像有机会守住哦。那 TY 这边已经在转兵了，他没有继续、哦、哇，杀了很多很多农民啊。TY 这边是转科技了，但这样子换下来，我不觉得神族很亏。要看这边这三支枪兵能不能再杀点工兵，不然以目前这个局势来看的话，神族是可以玩。但这边被杀农民的话就不好说喽。再杀几只，再杀一只，妈！好，这边打完的话，人类工兵是领先五到六只哦。那神族没二矿，人类的二矿已经先放了，这个基本上人类上是蛮优势的。好想跟辉玩游戏，你说大人的游戏吗？哇，死了，就可以跳了 ，GG。航空与 TY 2-0战胜 Trap。